好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，他说了，他对于全程热恋那是非常的重要，要是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舞台。妈的！哎呦，是台长来了。老王一说台长来了，手要摸到裤兜里，这8块钱要解决了，工资要解决了是吗？想啥呢？台长能来参加全相亲节目？因为你看，没有他就没有全程热恋这个舞台。对，我觉得在这儿得跟大家透露一下，那要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非燕子莫属，因为你是全程热恋的创始人嘛。我没有他重要，那就是台长。悬念吊起来了，这个人对于全程热恋如此重要，那是谁呢？来，掌声有请。谢谢，哇，哎呀，谢谢，看这礼物啊，哎呀，整个水了呢，淹着了，哎呦，谢谢，我居然还有玫瑰花，你好像这么多年是都没收过玫瑰花啊，长这么大没收过，小伙儿，你是头一个给文哥送花的人。昨天养一宿啊，这家拿小喷壶喷的，多么珍贵对我来说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吉林省正来县的，我今年22岁，还是紧张的。我的爱情宣言是。又紧张。大力小伙蔡春阳，对待媳妇得有样。好啊，这个词唠挺好。今天来还带着这个每人一束花，每人一个巧克力，你为什么还拎个桶上来呢？是精心准备的。精心准备的。对，咱这个花为啥今天这么新鲜？因为这花，我昨天晚上11点多买的，买回来直接买到放到桶里。我就是拿着咱那个小喷壶，一点点喷。昨天倒腾的都倒腾1点多了才倒腾回来的，我买早了还怕蔫儿，完买回来的这还得拿小壶喷，也还养上花，挺好啊，挺好。来，我看来看一下场上灭的谁？8号茉莉啊，被灭灯了，送了一朵玫瑰，灭掉了一朵茉莉啊。Look my eyes， 小伙看着我的眼睛，小伙问你为什么灭我灯？是不是怕姐们太酷，怕太多的小伙跟你争？茉莉啊，跟你放个狠话，等你出了这录影棚，其实也不能把你咋地，冲你送的这个花，祝你心想事成 ，peace。好啊，那来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，喜欢谁？啊，好，来看一下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我叫蔡春阳，今年22岁，大家伙可以叫我包子。我家住在吉林省镇南县大屯镇大官村大窑岗屯，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的孩子。看节目里别的小伙都有特长，我也有特长，就是干活。我嘎地快，别人一天能嘎半亩，我自己能嘎一亩。我力气大，我们屯扛稻子化肥，谁也扛不过我。曾经在1个小时之内扛过1吨化肥，我会的农用器械多，蚂蚱子、四轮子、拖拉机、磨米机、插秧机，没有我不会的。可以说我就是我们屯干农活的扛把子。哪个姑娘找了我，你家农活我全包了。这就是我家稻田地，总共有9产多地，年收入是20万左右。就说咱红墙农业啊。只卖苞米籽，不卖稻籽。啥时候卖点稻籽，我们肯定会去买，到时候给我们打折哟。
农村人就得想着挣钱，所以每年农闲的时候我就会去市里打散工，因为力气大不怕苦，所以我选的都是出苦力的活，扛沙子水泥啥的，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，所以我特别节省，一分钱在我手里能赚出水。有时候干活累了抽抽烟可以解解乏，但为了省钱我就抽旱烟。如果出现在工友的面前，为了不丢面子，我只抽3块钱的红曲曲。朋友叫我出去吃饭，我几乎都不去，因为吃顿饭花个7-8十够我扛一天的水泥了。